谢谢你叔叔，我去上学了。搞宽一点才行，不然我的鱼都不新鲜了。热死了，脱一件衣服先。快点，我要去敲键盘写代码了。我宝贝让我去买点东西回去。我可是游泳冠军。医院有个紧急的手术需要我过去一下。他拒绝了我，说我太丑了，我要让他后悔。不好意思，我老板不给我去打球。我买了菜，要回家做饭给我家人吃。嘿嘿，饿死我了，我要去吃饭了。